我是岭南大学学生会文学士课程年会第27届翻译系会候选外国译风 Transcendence 的候选主席，我是袁雪莹 Suki。 我是候选外务副主席何雨婷 Ivy。咁我哋候選外國嘅中文名就叫做譯風啦。咁首先譯咧就同我哋翻譯個譯係同音嘅。咁另外佢都有一個飛翔嘅意思啦。而風咧就係代表高山嘅頂峰，咁就寓意我哋候選外國咧就會跨過重重嘅難關啦，逆風而行，跟住就去到高山嘅頂端，然之後展翅飛翔嘅。咁我哋嘅英文名叫 Transcendence 啦，即係出類拔萃嘅意思。咁寓意我哋每一位翻譯系嘅師生都有追求卓越嘅精神。另外亦都代表我哋呢一支候選外國追求卓越，同埋希望將我哋嚟緊呢一年嘅活動搞得盡善盡美嘅精神。我哋最主要都是想成立每一位会众，会联系到大家的感情啦，会服务到每一位翻译系的会众啦，甚至是已经毕咗业的会众。其实呢十日的普遍不长不短，其实我哋中间都做过很多嘢，亦都试过迷茫过嘅。咁其实我觉得普遍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嘢啦。咁因为我哋是一个 freshman， 咁入到嚟两个月，咁其实识到嘅人都唔多。咁呢个普遍唔单止系为咗我哋上妆，亦都为咗我哋去认识更加多嘅会众，系好大嘅帮助嘅。咁我就嚟普遍完结啦，咁我都好多谢咁多位会众或者系其他系嘅同学或者系老师都咁支持我哋，咁为我哋带来咗好多帮忙，咁喺呢度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哋。咁我哋嚟紧14至16号就会系投票日啦，咁就会喺翻我哋嘅 booth 嗰度，系 LKK 同 ABY 中间嘅空地，咁大家记得到时嚟投票啦。